I feel like Muhammad Ali when I pull up to the scene. Dodging all these freaks, cause my squad is all I need. I wanna swing like Willie B, how I'm swinging from these trees. Pull off in a Jeep, said I'll see you in a week.又是新的一天，今天要找一些朋友去另外一个地方练。我们要迟到了，因为刚刚出门的时候，发现我爸把车开走，然后不知道怎么办，在想说到底要不要坐电车去，就好险救星弟弟出现，他借我们他的车。
加入了两个腿的动作。超痛，超痛，屁股有。要硬碟的那一个品牌的一个资料救援中心，我就去问了一下，原来他们有几款硬碟是在买的时候就已经附赠一个资料救援的服务，也就是说如果你坏掉的话就可以直接资料救援，那不就代表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硬碟不是很稳固。然后我买的那台硬碟好像两三千，这种价位应该是没有资料救援，免费资料救援的服务。然后他说如果我要自费资料救援的话，一台是美金599，所以是超过台币18000资料救援，而且还不一定救得回来。自己动哎、欸，是的，超重。像我这种那么小阳春的，可以就不用这个，就是拿手持的就好，那种手持就好了。超级胀，但是冰淇淋竟然买一送一耶，不吃会不会太对不起自己？我选了一个起司蛋糕范特西，然后他选了就是爱嚼布。
的觉得很罪恶，因为我已经两周的时间非常乖的控制我的饮食，饮食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以及这两周我加入了有氧，然后我也感觉到我自己的体重跟我身围还有视觉效果上面看起来的差异，然后本来是觉得很有自信，然后看到自己慢慢瘦下来的体型，就会更有动力的想要持续我的训练啊，然后有氧跟饮食这样子。但是刚才的暴吃 Momo Paradise 其实还好，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吃肉，这个冰淇淋就让我莫名的觉得非常的 guilty， 所以我刚才到家做了大概40分钟的有氧，希望明天可以恢复正常。然后其实我的头蛮痛，好像有点感冒，不过我想要把一个影片做完，然后等等可以上传。那今天的 vlog 就到这边，如果你喜欢的话请记得给我一个 like， 然后不要忘记订阅我，分享加关注，我们下次见， peace。